我们已经在加罗罗末世，若是被他追上，只怕又是一场恶战，此地不宜久留。 时间紧迫，需尽快结束战斗。像只老鼠一样逃到这里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！看来他对自己不够狼狈呀。 天魂。 凶手太强大，是你怕支撑不住了。
我们已经被追上来了，必须想办法用地形困住他。 凶手很危险，别过去。 错其锋芒，将之击败。
来者何人？竟能通过阵法闯进来？冰仙兽前辈，晚辈来此地，是想求见于您。叫我山神。是，山神前辈。好，能走到此地，多年来你们是头一个，有点能耐。求见本山神所谓何事？ 说，晚辈为明术门弟子。你再说一次。山神的态度为何突然变了？山神大人，在下是明术门的弟子，今日前来是希望得到您的助力。明术的贼子，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滚！山神既是明术门，他依旧是先祖的那只玉灵。 他为何如此愤怒？山神大人，晚辈只想得到您的协助。若我们哪里做错了，还请告知。您不是同本门先祖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吗？为何？心口雌黄！犹记当年，他与我等仙灵兽约定共修，共享灵力，仙灵兽各族何等信任！没想到后来。 不孝贼子，贪得无厌，竟然暗中对我等下束缚之术，从玉灵身上强夺灵力，妄图加速自己成仙，将我等视为修仙的祭品，玉灵的性命根本不闻不问。我在那贼子手下被压榨数十年，忍气吞声，终于等到他走火入魔而亡。 才得以重获自由。什么？共修多年，情谊深重。哈哈哈哈哈哈！
相，贼子们真是有脸将史实黑白颠倒过来。如今你竟还有脸来求我的帮助？你说呢？过去竟然如此不堪。月姐姐，此兵库于冰先生得天独厚，不宜久留。好，我们走。这就对了，滚远远的，别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月姐姐，冰冰就要合上了，你快过来。还不滚开，莫脏了我的眼。生辰请问，您解除了我一个长久以来的疑惑。明术门曾风光一时，但突然迅速衰败。门中传说是世间仙灵兽再难寻觅，才令明术门式微，我却一直无法认同，隐隐觉得另有隐情。但门派凋零，派中秘心多已失传，这个疑惑伴随我多年，没想到竟是如此。谢谢你。方才您提到了束缚之术，巧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是我的家人，我不愿意使用这种法术来对待他，还请您教授我解除束缚之法。哦，我自幼学习明术门的术法，却不知此为束缚御灵之术，强取豪夺非我所愿，过错已犯下，我只希望可以亡羊补牢，还望山神大人成全。哼，果真如此，自是最好，你且听好，然后照做。脑海里直接传来了声音。万物有声，通玄其名，以无之间气化空明之刃，掌无相桎梏，断无形枷锁，御灵归附，命气乃除。这样就好了。是本山神小看你了，明术后人，灵兽族幼子，你已自由了，日后本山神会照拂于你。什么？你不愿离开他？灵兽族幼子，阅历太少，无法分辨是非，速来本山神这里。去吧。山神前辈，您这是何意？无需多言。师姐小心。
手足幼子，你竟如此想要保护他吗？巧玲，多谢你。我明白，我们并肩突围。就算你自雷灵中而生，能克制本山神，但本山神修为远高于你，断不可能再次输给你。冰仙兽前辈，我愿意为明术门弥补一切过错，请前辈息怒。明术贼子纠缠不休，莫怪本山神无情。师姐小心，他蓄势待发，必有异动。区区仙术，妄自称神。至清灵气，你是神族？嫌你元气大损，也敢在本山神面前放肆？去，不打了。感谢山神前辈手下留情。哼，你又知道本山神留情了？晚辈修为浅薄，未葬身于此地，自然是您留情了。是，也有你帮忙的缘故。哼，我是看在他的面子上。小家伙，他真的待你如家人，从未有负于你。
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岳青书。明术门现如今还有多少御灵和弟子？本门现在只有掌门，一只御灵，一名，两名弟子。哼，明术门的衰败是咎由自取。没有御灵，就算招到神族弟子，也不过是摆设。晚辈已知晓往事，从今以后，明术门必定会尽力弥补过错。那，你可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契约？啊？愿不愿意与本山神订立共存的御灵契约？谢前辈。这可是不带束缚之说的。若是让本山神失望，山神会随时离开。怎么别动脚了？千万不要出事！还有其他办法，再破一次冰壁吗？我。晴妹，轻点，被寒气伤了。我看看。没事，我只是灵力耗费太多，有些虚而已。冰封阵竟然被连破两次，看来我还得琢磨如何改良。山神大人，我乃上古仙灵兽哈战士也。下山再说吧。我怎么了？
甘心，既然在此。拿下他。太阳。本山神，秦妹，我们走。将军，这是贼人身上掉落的。凶手，华流，你越狱潜逃，草菅人命，可知罪大恶极。吾乃神兽，岂会如此？妄造罪孽，实非吾之本心。西曲生性凶悍，但甚少主动伤人。华流更是天性温和，此二者虽皆是天域囚徒。但罪为何会越狱后性情大变？吾因获罪而被禁于天域之中悔过，灵力日渐衰竭。我忽见，似是有一位强大的神族劫狱，诸多囚徒脱逃追随而去，炎狱一度混乱。吾无力动弹，况刑期也将近了，自然不敢负天罪也。然而，吾再有记忆后，就已身在人间。你并未跟随魁宇逃走。然也，吾神智失控，所经之处，焚毁了许多村镇。之后流落至此地，迷化可助吾脱力，亦能得片刻清醒，至少不再出去伤人。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突然凶心发作了？见了你的伤口。不好，明华解药药效快过了，这样下去我们会完蛋的。吾乃神兽，岂可被辱为凶兽？这般苟且存活，不如就此湮灭。他想同归于尽。小天，我来帮你。好的。好机会，师姐，我们叫神咒。好。剑成河，
界化风光。凶兽之事，怕是另有隐情。我们将他葬了吧。你们退后。走吧。
不行了，姑且一试。先生，我乃明术门弟子，你若同我缔结契约，便可因我灵力活下去，你可愿意？云转太虚，真文淡肤，慧元玄生，融在万物，灵力相生，精气共行，胎光为也，幽精作平，明术之气，师姐，缔结乃成。明术门弟子月清书，携风玉岭迎战。主人，你放心，我会帮你治疗的。速度又快，一定找不到金钟花粉啊！先将他打。来吧。这条怪鱼出手这么重，不识好人心的。他的虚刃似乎是灵力汇聚，虚刃似乎是灵力汇聚之处，打着攻击这里。来吧，拱上。
上吧。研制的迷幻药呢？快用上。哦，好。赤如，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之前你迷失神智，现在可清醒。此处是人界。你从天域逃至人界，究竟都犯下了怎样的罪孽？我不会怪你。即使非无本意，依然犯下不可饶恕、无所犯累累罪孽，尽浮现眼前。哦，糟了，迷花药效不够，压制不住他的凶性了。主人，他的神智被咒毒操纵了，让他解脱吧。多成凶兽的灵兽都是中了某种不明的咒毒，无药可解。我们灵兽是天地灵气所聚而生，末后再度化为灵气，不会为此而悲哀。这也是……我明白了。算是解救，只是各位英雄，三位英雄，本都镇守卢龙府多年，还从未见过可除去凶兽之人，今日当真让白某大开眼界。我乃卢龙府都督白松环，三位立下如此大功，还请务必让白某设宴给三位庆功。卢龙府都督，那不就是秦妹的？正好，趁此机会，将都督府摸清。那就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多谢三位英雄赏脸，方才凶兽肆虐，造成船只些许损坏，本都还要再去做善后工作，还请各位，先行前往都督府。
天魔女酒后了，好戏！同样的阴招，以为还有用吗？如这判神打你不？神子！照顾好小秋。天魔女，还不快快伏法！速速伏法！哼，只要会让你带走小秋的，让你。妖怪，不可！
天气姐，这个阵法力太强，我们应付不了。接纳鬼羽的力量，这分明是利用修无去同归于尽。共生之术，将我生命力分给修无，说不定能抑制这个阵。莫让他逃了，追击，追，都给我追，去追呀，把神子追回来，去呀。掌门师兄，冷静一点。师弟，师弟，他中了剧毒，但分辨不出是什么毒，我没有办法解。身子被天魔众掳走了，快将他追回来啊！啊！别碰他！阿尤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我知道去哪能救他。月姑娘，快把小林放出来。我们要带他去哪里？啊！小林，走。混账！混账！神子呢？神子呢？神子！神子！啊！这可是疗伤圣品，剩一口气都能救回来。可惜，当时没找到。阿尤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快走，这里很危险。莫大哥，他只是游魂，并且被大量毒物的怨念侵蚀，已经不是他自己了。不会的。他刚刚喊月姑娘，不要伤害莫大哥本体，只要将缠住他的毒虫毒草清除，我就有办法让莫大哥清醒过来。好的，好，小晴，等一下找到机会你帮我拖住。
失去自我。是阿尤吗？你长大了。莫大哥，已经过去四年了。四年，已经这么久了。这些时日，我的意识大多时候迷迷糊糊，如行尸走肉游荡，仿佛噩梦一般。不是梦，是真的已经。那时候，以你的修为，明明可以活下来的，为什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？你知道我和小姑姑伤心了多久吗？你是他唯一的亲人，也是我唯一的兄弟。如果你有事，一辈子都会没脸见他的。莫大哥，你可别哭啊，你不是自夸，还再厉害的走也不掉一滴眼泪的吗？那我就再无遗憾了。他还好吗？嗯，很好。不过脾气还是那样，动不动就训我。一定是你总惹他生气。我留在这里，只是想再看他一眼。这么些年，他多次进入都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到他，我就会恢复意识。我躲着他，偷偷地看着他，这是我仅有的幸福。哎呦，真的投胎转世，
那孟婆汤一喝，我就会放弃他的一切。我不想这样。莫大哥，小姑姑她已经成亲了。大哥，很好。您就是负责犬首试炼的魏叔大人吗？然也。余为灵枢木卫，伴毒瘴而生，守护毒瘴之存在。试炼者，汝之能力心性由毒瘴辨明，汝可否接任犬首，将于此战中揭示。予以等候四载，汝心智可已决。这次我绝不会逃避了。泉眼的毒草药性很强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试试看看攻击毒草，你们先上毒吧。泉眼的毒草药性很强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试试看看攻击毒草，你们先上毒吧。是能正面挡下的，先找个地方躲过去。上善若水，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己。毒亦药，药亦毒，药毒之隔，存于人心。犬首责任重大，需德勇兼备，心性至诚。
泉眼的毒草药性很强，若顺治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攻击毒草会不见上头吧。药性很强，若是用剧毒攻击，或许魏叔就不能恢复体力了。试试看攻击毒草，未能见上毒吧。试炼者，汝上前来。天地九泉为六界灵脉之枢纽，滋生万物之源泉，众生平等共享。毒瘴之泉，纳天下万毒，天下万解，相生相克，循环不止。汝若为拳手，需向于起誓。汝需誓言守护毒瘴拳。我发誓。汝需誓言不得利用毒瘴拳谋一己私欲。我发誓。汝需誓言不得利用毒瘴拳危害苍生。我发誓。若有为事，天地不容。桑勇，从此刻起，你就是毒瘴的新任拳手。小莫那孩子已经走了吗？小姑姑，你知道？这四年来，我在毒瘴内一直能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也寻找过他多次。但他始终未曾现身。魏叔大人告诉我，毒物束缚住那孩子的魂魄，伴随着他强烈的意念变成咒，让他无法解脱。咒念侵蚀他的魂魄，
早晚他都会魂飞魄散。可他总是躲着，我无从开解，只能寄希望于你。所幸还算来得及。现在由你来送我们回去吧。晚辈月清说，此次前来是想请求前辈帮助我们通过岩波前往魔界。汝等是天地之刚之烈地火所在的岩波泉吗？嗯，是的。哎，我想去，我向圣言，你不带我去好不好？胡闹！莫说去岩波，便是离开这东极蓝渊，我也不会允许。族长，我出生以来就从未出去过，难道要我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吗？留在此处有何不妥？外界世道险恶，此地却与世无争，海底火山地火充沛，足够汝等一生修炼，何必自找麻烦，要去冒险？我想变强，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早就听说岩波才是六界地火最强之地，我想要去。姑且不论汝能否到得了岩波，便是这环绕东极蓝渊的漩涡，汝就奈何不得。他们既然能进来，一定能够把我带出去。哎，是不是？你们能带我出去吧？能吧，能吧，能吧，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？若是你们族长同意的话。闭嘴，圣言。尔等，速速离开！我说月姑娘，大叔脾气够暴的，要不我们先撤？哎，你们几个别走啊！要不先把族长打一下吧，谁赢了我跟谁啊？看来若不打败汝等，圣言是不会放弃的。我别想强了我！你们别说啊！这熊孩子是不嫌事情闹得大呀、啊？还请前辈赐教。雷长腿，别躲啊！哎，别躲啊！天目刃，万步同春，看这雨。束手就擒。天通后，明明尔等，见识地火之躯的威力吧！
躲啊！我李世坤，束手就擒，束手就擒。修习的是何术法？缘何有众多仙手相助？晚辈乃明术门弟子，专修御灵之术。若前辈为难，晚辈也不愿强求。但前辈为何如此忌讳外界？近年来，外界的灵兽气息逐渐消失，吾却不知是何原因。若非吾族有蓝渊作为屏障，恐怕亦会遭遇不测。天安子绝非长久，今日我们能到这里，日后其他人亦可以至此，且寻求仙兽失踪真相也是我们的目标之一。吾有一事要交于汝去做，只要晚辈做得到，自当尽力。汝既调查外界灵兽消失之原因，还望有所结果，让吾等不再惶恐不安。晚辈必定尽力调查其中真相。圣言虽年轻气盛，却是吾部族年轻一辈之佼佼者，吾现在就将其托付于汝。啊，族长，你答应了？在那之前，你需与我签订契约。此地似有神魔气息，你久居此地，可知是何缘故？哦，如今真是神族。是。此地下面埋着座海底城，原城主是一对相恋的神魔爱侣。为了躲避神界追捕，将城四处漂移。后来，他们为了阻止海底火山喷发，危及苍生，牺牲自己，和海底城一起镇压在此。之后，火山灵力与神魔之力相融，吾族便因此而生。哎，族长，大家，我要走了。等我变强之后，一定回来看你们。晚辈也告辞了。吾身后的石碑可助汝等离开。这么快就有敌人出现？圣言，敢再次潜入魔界，胆子不小。等等，我们无意为敌。魔尊大人，我们是来调查祖泉洞的，此事也关乎炎波泉。你们是如何溜进来的？我是毒瘴泉泉手，从毒瘴过来的。祖泉一旦出了问题，魔界肯定得跟着倒霉。你也不想魔界出乱子吧？不行，他太强。桑佑，如果我支撑不住，那我就立刻杀了族长。至少我必须留下。不容。束手就擒。Thank you.
强了我。还不错，九泉动荡的事说吧。多谢魔尊大人手下留情，此人的部族世代守护独杖泉。四年前独杖泉曾经发生过，这是放过我们了吗？如果不是，我们早已经尸骨无存。这个魔的气势好强，在他面前我都不敢呼吸。魔尊重楼是魔界顶尖强者，之前我就是被他打入到人间。哇，被他揍了还能活命，你也够厉害的了，兄弟。啊，这里就是帝国的源头啊，好厉害好厉害，我感觉自己变强了许多。辛苦你了。包在我身上。我们该如何？那两座雕像正在吸取这些剑，莫非即将复活？设法阻碍他们。兽族退败九幽后，彼此依然争斗不休。曾听闻有些野蛮强悍的兽族逼迫弱小以身殉剑，妄图打造九幽至强兵器。熔炉中被献祭的兽族叛心，其意识与剑皮相融，剑气连成，却诞生了半剑半兽的怪物。这种怪物并无意识，被战意与怨气裹挟，不分种族肆意攻击。兽族虽感懊悔，但错已铸成，无力回天，只能将他们尽数封锁在岩波内。其中一对怪物力量凶猛，几次三番想冲入岩波，兽族为镇压他们，将其灵力全部抽干，并化成石像。看来那两座雕像便是这对怪物。眼下他们感应到来自外界的气息而蠢蠢欲动，若带其吸尽了周遭兵器的全部灵力，恐不易退。
消下火了。你小心，我们来帮你。树枝大哥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吧？怎么还没动静？再等等吧。哎，阿尤去哪里了？你在记录有关赵胆的见闻。嗯，神农九泉之中，赵胆和春姿为神族所占。我们村子的历任拳手都无法探知这里的情况。好不容易能来一趟。这儿的一切我都要详细写下来，带回去收藏。就是不知道哪里是泉眼。之前说三族大战是为了争夺九泉，那赵胆和春姿是神族的战利品吗？不完全是。据传说，大战之前，神族就已经独占了春姿。春姿进化下界浊气，并滋养神树，神树再产生清气，滋养神族。赵胆泉原本是神族裁决三族争端的地方，那时三族还把神族当老大，但三族大战绝地天通后，神族就只用赵胆来内部审判了。正因为神族是胜利的一方，自古以来神族都以上位者的姿态看待其他族，人族曾盲目敬畏神族。月姐姐，修大哥怎么还没出来啊？修吾到底都查了些什么？这都大半天了。再等等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镜子好强的灵力。我知道了，这面镜子才是赵胆泉。那石像动了。师弟，抱歉，是我欲强行查阅凶兽记录，没想到触发了不明禁制。没关系，先应付眼前。小心，赵胆泉双位数，竟然见了。两个拳不都只有一个吗？这里怎么有两个？欺负人呢！哎，净手是原位数，现在先去找赵胆泉的阵地，组织寻到记录，我们就离开这里。来吧，将天女化缘，嘿，李时坤，
剑化天。牵引神法，快打碎它！擅闯赵胆，谢之大神，还请停手，退去。
曹虚，彼等为汝之部属，管教不严，还请谢之大神见谅。既是汝之部属，查阅卷宗理所当然，刑罚乃汝执掌，彼等由汝处理。汝缘何径至赵丹？又缘何引起骚动？参见神尊。汝是那人界女子？是，我等为协助修无神将维护人界的修仙者，因神子被劫，无法与神尊联系，不得不随机应变。确实如此。回答本尊方才疑问，汝缘何至赵丹？还请神尊恕罪，我等未能阻止天魔劫走神子，无颜面对神尊与世人，为弥补过失而来。哦，之前我等遭遇天魔众，虽竭尽全力，奈何其太过强大，让其带走神子逃脱。为弥补过错，我等特意寻得独杖拳手相助。小的是独杖拳手，见过神尊。在他的帮助下来到这里，因听修无神将所言，赵胆存有魁宇罪行之记录，因此我等想来此查询研究其弱点，再潜入魔界将其擒住，夺回神子，以不负神尊之期望。没想到造成神尊困扰，是我们的不是。魔界已有所警觉和防范，再行潜入已更加困难，本尊也不忍汝等白白索命，汝等先回人界，静待时机。静待时机。汝受伤了？属下技艺不精，不敌赵胆位数。汝身负重任，需小心谨慎。谨遵教诲。去吧。天地陛下看到了吗？如果
我所造的残次品皆是如此。只有无道，这些完全用您的神力造出的神，才是真正的神族。为了重现神迹如何，让苏青异类，而能让神族亘古长存，立于六界之巅。参与战斗了，小晴，不可大意。究竟发生何事？魔尊，你胆敢闯入岩波？在下无意扰乱岩波，是奉天魔女之令来接这些人。凶魄咒，您知道这个咒术能解开吗？请相助神族，他背后或许有本座想要的真相。谁？上神？上神是如何知道我在此处的？你种种行迹尽在神尊掌握中，你说我是如何知道的？你安然无恙，可喜可贺。安然无恙？神子是在你的周到安排下丢的，还连累我身负重伤。请上神责罚。那神子他？神子也已寻回。快带我前去。神子安全现在由我负责，
你就不必去了。这是敖虚神尊的意思。接下来按师姐说的，你近来荒废门派事务，神尊极为不悦，若耽误神尊计划，你可担当得起？为了神尊宏愿，天师门十年来竭尽心力，一切牺牲在所不惜。既然你愿意牺牲一切，那好，现下神子已夺回，你打算如何行事啊？上神何有此问？明知故问。神子天赋非凡，阵法有他才能发挥最大作用，幸而我将他夺回，神尊的计划才未被破坏。是，多亏了上神。神尊命我来督察神庭阵的进度，而你却故而言他的猜忌。事成之后待我禀报神尊，他自有定夺。我岂敢对上神不敬？为确保神庭阵运转，弟子一直在设法维持神子灵力。神庭塔现也准备就绪，以紫秋为阵眼，待神庭大阵启动，便可削弱魔界九泉之灵力，进而削弱魔族力量。神人两界联手铲除魔族，人界将保万年太平。削弱魔族力量，敖虚他不只想对付天魔众，还想对付整个魔族。事成之后我回神界，你要如何处置凶手？神尊已传我秘法，届时自可收回凶手，上神不必担心。至于罪神之子为铲除魔族而祭献，是其荣幸。混账！手下留情！你把别人的生命当作什么了？孟章，你已违背祖训，按门规先废除你的修为和掌门之位，禁足于祖师爷陵墓，守墓思过。一群忘恩负义之徒，没有我，没有神尊，天师门何来今日的荣景？灵光，本门之中我最是信任你，却和他们一起背叛我。掌门师兄，天师门势在你手中兴盛，但如此手段却是将天师门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。愚蠢人。华灵流和赤如的元灵。什么？孟章吸纳了他们的丹，才突然变得如此强大。时间小心，此战不利，同时面对凶兽被咒术操纵，身影竟还要受奸人利用。师姐，打倒孟章才能解脱凶兽的元灵。结束了。
门数年，已经如此冷酷，他的性命对你当然不值一提吗？哼，你有人同情他一身之罪，一向下放，如此不义行径，你会受到天大的惩罚。天，神尊，天，违逆神尊，才会被遭到神罚。改变神官，徇私枉法，必会被神界惩罚。你所做一切皆为正义。你重大的心思，在父王看来毫无意义。束手就擒吧！哈哈哈哈哈！惊你什么？这是空间法术，人族怎会这种法术？春姿印记，难道又是敖虚？就不是对策，你们不用管我，速去将凶手取出。好。先破护盾，不然伤不了他。啊！
解咒了。敖虚到底对你们做了什么？他将我们放出天域，下凶破咒，要我们破坏人界。我控制不了自己，造了好多孽。果真是这样。敖虚这老王八蛋，之前就看他阴阳怪气的，凶兽之乱果然是他干的，还在喊捉贼。这是九阴的内丹和元神。去平一，新神族果然极为反骨。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本尊有必要告诉汝这卑贱之徒吗？你这个老混账，还没完没了了！我走。小姐，没有了神界的管束，人族就变成了一群自甘堕落的蝼蚁。大哥，二哥，为何还要回来？快走！神庭阵发动，六界会生灵涂炭。哥，不要再错下去。白家是天命所归。是。是。都已经中了迷花粉，我们赶紧去塔顶。小美，你叛徒们果然来了。赢以匹夫，竟敢违逆神旗！既然如此，就收下我为你们备好的大礼吧！
结束，还没结束。哎，下！继续挣扎吧，神庭大阵已无法阻挡。那只是启动阵法之道具，先神庭大阵已启动，你们无论如何挣扎都是徒劳一场。即使无法阻止阵法，至少要阻止你的下一步，我还要把小秋救回来。哼，狂妄。不要分神，打倒他才能阻止法阵。
束。剑。敖旭进行治疗，我们先打败他们，我前功尽弃。神界律法至高无上，但你现在又在做什么？哼，轮不到如这次品来评判。快避开。去中央平台。本尊的力量不止于此。子秋有了一丝意识，快！生命灵力支撑我。
敢教我反制你的方法？不，卑贱叛神！住手！本尊的灵力。能帮到你就好。小秋，小秋，没事，只是太过劳累沉睡过去了。剿灭魔族，天师门剿灭魔族就是人界第一大派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业，为了大业。大哥，大哥，小强，小妹，你竟敢破坏白家的计划！大哥，我做的绝非是错事。神庭镇，敖虚神尊。坏我们的计划，叛徒，叛徒，别想活着离开！誓曰：永绝兵戎，若有挑起烽火者，三族共讨之。魔界人界都没了灵气，定是神界做了什么手脚，要断我魔族生路。严波之威还有转还余地，已经有神族勇士去阻止祸首了。你不说我差点忘了，你们曾是神族走狗，当然不顾我们魔族了。放肆，当年我众竭力庇护你，迦罗罗布早已死亡，如今壮大后却背信弃义。信义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，别啰嗦了，滚！不要忘记你们的任务，守住洞口。大人，您的身体。执行命令。是。谋求生路，好，那我先告诉你什么是绝路。不过就这点兵力，魔界各部众马上就到，你们挡得了几时？给我上！大哥，大哥！小晴，你一切看开些。白都督他也不希望你太难过。
如此观之，这才是神庭阵法的真意。神庭阵为天地双阵，我们只是破坏了地阵，而天阵还在运转。天阵，天阵不破，极下营上便不会停止。我观此阵不似是在人界发动，很有可能是在神界。敖虚施法时会确保不被打扰，神界中能让他这样做的地方唯有春姿。他是春姿拳手，躲在那里神魔也动不了他，唯我可施春姿神力能与他一战。真人，在破除天阵阵眼前可还有方法抑制阵法？如果借地阵中的九泉之势构画一个与天阵相逆的螺旋，或许能拖延大阵的运转。春姿内的灵力流动与往常不同。师姐，往日并无这五柱灵光，看来敖虚就在那里。这光柱似乎是五灵之力，五灵力和灵兽的本源相同，难怪我一进入春姿就感觉体内灵力充盈了许多。春姿拳吸纳天地浊气，化为五灵滋养神术，定是敖虚为了启动天阵将五灵凝聚。但既然师姐能吸纳五灵，那御灵术应可破之。好，我全力以赴。神树果实所造之物，到底还是烈性难除，愚蠢至极。我也从未想过你怀有如此恶毒心思。莽夫，本尊辛苦谋划千年，皆是为了唤醒神族。汝等无知之辈，却妄图将本尊大业尽毁，这不过是你的妄念而已，不必找冠冕堂皇的理由。放肆！区区一介人族，竟可吸纳五灵之力。天地灵气散溢六界，世间众生同有同享，同生同存。你自视为正神，却依然囿于樊笼，着实可怜。汝等低劣之辈，如今也只能逞片刻口舌之力了。蝼蚁卑贱，才妄想平等。本尊乃伏羲天地以自身灵力所塑，许本尊奉献此身伏羲之力，即可继承。你竟将自己作为阵眼？此结晶，需我破解。
最大的失误。终极城被夺位。现实。本尊计划之完。这卑贱人族，一同葬身吞死吧！春子之力守护，必须我来攻击。剑荡十方。剑化风光。剑。束手就擒。春生，魔界无法生存，我们就打上神界。
奎玉大人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要先灭了你这神族的走狗。魔尊大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在这里给我等着。等什么？炎魔拳灵气已经完全枯竭，等到魔界变成大荒，大家坐以待毙吗？让你们等着。啊，看到了，退下。如这炼品，师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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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要走，师姐，我们说好相守一生的，你不可以走，师姐。青叔，青叔，师弟，师弟，你醒了。尊驾师，本座乃天帝驾下九天玄女。我师弟修吾呢？师姐在我心中同样是特别的存在。等此间事了，我会请求神界允许我留在这里陪伴师姐。我喜欢你，想成为你希望遇到的那个人。修吾剑手违律犯禁，思恋凡人，然制止乱臣，求人得人，功过皆消，其原果将重归神树。他为什么在你生命即将消亡之刻，修吾用共生之术将你救活？师弟，月清书，你助神界成奸有功，案例可赐引渡升仙。我只要修吾，他已还命于你，再难复生，缘起缘灭，何苦执念？
我们说好的，无论将来如何，彼此都不分开。还望玄女大人让我带修吾回明树门。也罢，世事造化自有命数，但春姿剑为神界神兵，须留在神界。多谢玄女大人成全。师弟。